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袋子里面他有三个红球，五个白球，每个球被取到了机会均等。现在从袋中任取三球了，令 x 表取到红球的个数。那么他问说哈，取到红球的期望值多少？我们看这 x， 那一次取三个嘛，有可能取到三个，有可能取到两个，有可能取到一个。那么呢，你取到三个的几率多少？我们先算那个这个所有的可能情况，所有的可能情况数了，就是说呢，你十个里面嘛，十个里面取三个，这多少？这是十乘九乘八嘛，三乘二乘一，那是多少呢？三三得九，二四得八，120。哦，所以是120分多少？那你如果是取到三个的话，哦，取到三个都是红球的状况数，就是说呢，就是你只能从三个红球里面取三个，所以只有一种情况。那这个呢，就120分之取到两个红球，就 C3 取2，然后呢是 C5， 两个红球一个白球，这是15了。那取到一个红球呢，就 C3 取1乘以多少？ C5 取2，这是30啊，120分之30。那这样的话全部把它加起来就多少？就是这个期望值哈，这是取到三个的，三乘以多少呢？120分之一，这取到两个的，二乘以120分之15，那这是取到一个的，120分之30，所以这样等于多少？哦，所以是120分之多少呢？三个 C， 这个有没有算错啊？ C3 取3没有错啊，所以是30 60，这是60 63啊，3是12，3得6，31得3，40分之21哦，这个等于40分之21，哪边算错了呢？70取3，这没错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是取2取1 35 15，5取3，这个好像弄错了，这个呢是一个什么呢？一个红球哈，7 3取1，没有错，30。那这哪里弄错了？63。哦，我这个好像搞错了，这全部只有八个了，所以这就是八取三了。我把算成十个，这是八取三，所以这个多少？这个是八。七六啊，三二一啊，这样才对。七八五十六了，哦，所以底下这是56才对。56，哦，全部只有八个，哦，这是状况数，是八取三，所以呢，这个应该是多少？应该是56哈，分之63。哦，这个是56。
这也是五十六了，这也是五十六，所以是五十六分之六十三。好，七九六十三嘛，七八五十六，所以是八分之九，八分之九个，一个多了。